刘福豪隐退纪念赛，全队也会穿上这件56号的隐退纪念球衣。统一狮提供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统一狮本周公布第二波 NOT 的 EMD 刘福豪隐退系列商品。 NOT 的 EMD 刘福豪选手隐退纪念球衣及球帽，22/9隐退赛将会穿上56号隐退纪念球衣出赛，向刘福豪致敬。本次隐退球衣视觉黑、灰、银的色彩设定，构成象征战斗永不止息的迷彩底纹，作为球衣设计基底。搭配统一狮队的球衣胸口标准字，黑灰迷彩让统一狮的橘色更为亮眼。重点在左臂上也放上这小破 NOT 的 EMD 隐退纪念的专属 logo。请继续往下阅读。2004-2018 代表刘福豪在职棒生涯的付出与努力。22/9隐退纪念赛，全队也会穿上这件56号的隐退纪念球衣，向刘福豪在球队生涯写下的荣耀选手生涯致敬。而刘福豪隐退纪念帽，色系以全黑色的设计凸显出亮橘色的 Anilians logo UL 象征传统，而56图摆在帽眉左前角。本次统一狮与 JAX 品牌共同联名推出 NOT 的 EMD 刘福豪隐退球衣及球帽，将于明日周六9月8日中午于奇摩超级商城 JAX 品牌商店 https://glggj5vvv 售卖。统一狮官方购物商城将于下周二9月11日中午12点准时开卖，欢迎支持喜欢刘福豪球迷。22/9穿属刘福豪隐退系列商品一起进场见证刘福豪荣耀隐退时刻。